大家好，我是陈雨欣，现在已经可以用手绘的图案当做键盘来弹了，输出的部分是用 Share Piano。OK，然后不同的手指都可以，无名指好难，对，都可以的，然后。极端测试的部分，像这个角落，这边就还在界外，这边就可以了。对，像这样。